I heard today's guests are special. I heard they're gonna be VIPs. Ooh, I'm just so excited. Where are they? What's taking them so long? They actually reserved the whole restaurant. Wow, they're really big people, I guess. Where are they? I'm getting so nervous.Where are my VIPs? Oh, they're here. They're here. 妈，你看，就是这里。Welcome. 没有，不是，我们也在这里。Please come in. 没有，没有，等一下。This is the best table in the house. Please. 我不能等。Over here. 其实应该你们先出去的。好大的餐厅啊！对呀。你把这里都包下来了。对呀。哎呦，这样太破费了啦。在家里吃。就可以了啊，妈，这家餐厅的老板我很熟，而且这样子你也比较自在啊。一方面我们来庆祝圣诞节，一方面你生日也快到了，我们就在这里庆生嘛。我还有请你沙伦的好姐妹都一起来哦。你真贴心。Oh, Mary, Mary, Bienvenue.妈，给你介绍，这就是这间店的老板郑伦大师傅。哦，母兄，母兄，你好，你好，你好。哦，你们是我们餐厅开幕以来最大的贵宾，请接受我们最盛大的欢迎，请坐，请坐，请用。我们请到了国际知名的小喇叭手 Eric。来为我们演奏一曲圣诞乐曲。哎呦，生日快乐！哦，谢谢谢谢，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哇，妈，我们现在就来为你唱生日快乐歌吧。好啊，我们来帮你庆生。Amen.
你真的是太贴心了。妈，你看，这就是我要送你的礼物。今天我工作上的朋友、同事都来了。你看，我们公司的老板、董事长跟总经理也来了。你好，这就是我们的董事长。谢谢，很优秀的女儿。谢谢，谢谢，谢谢。这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有我们最近的大客户，这几个国外来宾都来了呢。哇，谢谢，谢谢，谢谢。呀呀 ，Thank you。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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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哦，阿里嘎多，阿里嘎多。还有还有，教会的牧师也来喽。哦啊，欢迎你们，小恩牧师，山村牧师，谢谢，谢谢。妈，这就是我要给你的礼物，我要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说，这是我最美的妈妈。他脸部的伤痕是为了救我，是为了爱我，是为了保守我。过去我一次又一次地伤了他的心，在这里我要在大家面前正式地跟他说对不起。我也要告诉大家，从今天以后我会永远以我的妈妈为荣。小恩，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在一同在生命的道路上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歌颂。除了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有一度我以为这个梦想已经无法实现了，想不到今天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妈，你期待有家人朋友吗？你看看，我们的家人亲戚都来了呢，准备呢，他们也来喽。哇，好久不见啦！哇，好久不见啦！你长高啦，然后越来越漂亮喽。谢谢，哎，谢谢你专程赶过来，太好了。小恩，谢谢你，明龙。我们除了要祝你生日快乐以外，我们要还要把圣诞祝福献给你。这是一个平安的夜，心中充满荣耀的光芒，照我心里是我建筑，看见慈祥也看见真爱，今天迎接新生。姐姐明荣来感谢，正如同圣经以赛亚书所说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们的故事就是圣诞节故事的
安慰以及祝福。阿们。我相信今晚让我们大家这样丰富的爱，所有的爱都一起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奇迹。来，让我们一起来唱感恩的歌，献给爱我们的神。我们先跟旁边左右的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让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好乖。Oh,